OK 啊，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呢，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Git 呢，它只是管理你文件的修改，它只会把提交到暂存区的修改来创建一个版本记录啊，来创建一个版本记录。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呢可以呢，这个例子呢是我再一次的去编辑这个 code 点 text，然后呢我在它里面呢添加一行，添加一行之后呢，我使用 git add 把它加到这个暂存区，然后加完之后呢，我再一次的去编辑这个文件，编辑完之后呢，我在它里面呢再加一行，但是加完这一行之后，我编辑完之后，我并没有把我最后的这个修改呢，并没有把它放到这个暂存区，然后我就直接呢去创建一个版本。那创建完版本之后呢，哎，你再使用这个 git status 看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提示你，你还是修改了这个文件啊。那是因为我们说 git 呢只管理呢是你文件的，只管理的是你对文件的修改，它只会用这个暂存区的修改创建这个版本。我们只把我们添加完这一行的这个修改呢，添加到了暂存区，所以它在创建版本的时候，你的版本里面只有这么几行啊，只有这么几行。OK，哎，这是这个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比如我在这里面，我现在进行编辑，就 vi code 点 test，然后我在这里面呢去加一行，哎，加一行啊。好，那么我加一行之后呢，我工作区里面我进行编辑了，对吧？我可以 git status，我看一下它提示我这个文件修改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要把这个修改呢，把它放到这个暂存区，我就使用这个 git add 啊，然后呢写上 code 点 text。OK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再 git status，你看一下，哎，你这个修改你已经把它放到这个暂存区里面了啊，哎，然后呢，下面呢，我紧接着我再编辑这个文件，我还在工作区里面还编辑这个文件啊，编辑完这个文件之后，我再加一行，我再加一行再加一行。那么加一行之后呢，你在这里面你 git status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提示你，你是不是又修改这个工作区的文件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们现在不把我们最后的这个修改把它放到暂存区里面，我就直接去创建一个版本，直接写上一个 git commit 啊杠 m，我们写一个哎版本四，对吧？啊，我可以写上一个版本四，哎，比如说我看一下啊，跟我们这个尽量保持一致啊，版本四。那么版本四，那么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在这里面你直接写上这个版本四，然后你一回车，然后呢，你再回车完之后，你 git status，你看一下，它提示你是不是这个文件你还是修改了，对吧？是因为我们刚刚的暂存区里面，我们只把我们第一次的修改呢，把它放到暂存区里面的。那你创建一个版本的时候呢，它只会把你暂存区的修改呢拿来创建一个版本记录啊。OK，所以在这边，我们在这边你去创建好之后，它创建版本四之后啊，这边呢给你多了一个记录。哎，多了一个记录啊，就是在上面又给你多了一个记录。那么这里面这个记录呢，它的记录呢就只是记录你在这个 code test 中添加了一行啊，而不是添加了两行啊。OK，你要注意这里面有这个东西啊，它管理的只是你文件的一个修改啊。OK，那么同时，哎，这个东西呢往上移。啊，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的所说的这个版本四啊，版本四。OK，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，它呢是管理的修改，只会提交暂存区的修改来创建版本。所以我们一开始才给大家说，你去创建一个版本的话，你需要呢分为两步啊。第一步 git add 对吧？加入到暂存区，把修改加到暂存区。哎，第二步 git commit 把拿暂存区的修改呢，来创建一个版本记录啊，版本记录。哎，这里面是它的一个管理修改啊。